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资工硕士二的郭正威，那这是我的首页，对，然后再来先介绍我，就是我在学习上面有写的地方，那就是八卦图跟风卦，还有风天小畜，还有风火家人。那比较特别是八卦图的部分，就是因为原本老师的图就比较大，所以读比较久，然后我把它稍微改一下，然后加了一些注解，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又再加了一些注解，这样子。那我做的是米卦的占卜程式，那米卦的占卜方式大概就是先取1080颗饱满圆润的米，然后用食指或拇指取米三次，然后第一把米是下卦，然后第一把米算下卦，然后第一把米再加第二把米的就除以6的余数就会是上卦，然后第三把米就是它的动摇。那这是 UI 部分，就是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就这样而已。然后再来就是 demo 一下这样子。本来给9分的，你进去先。完蛋了。糟糕。欸，有嘞，怎么样？这个才是真的开火，你的奇怪方式是真的，不会出错的。然后这就是一开始的画面，就是你占卜前就要先去洗手啊，再借沐浴之类的，然后再就可以开始卜卦，然后就取第一把米就是上卦，哎，下卦，所以这边打错了。对，就是那边我在写程式的时候可能就做错了，然后在爻变的部分啊，因为我来不及做了，所以他就没有爻变的部分，可是还是就是有这一卦，所以他是这次出来是乙卦，然后就会有个大概的就一些比较的卦辞之类的，然后有做一些解释这样子，然后就 demo 就这样子。那报告大概就到这边，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恭喜各位同学放寒假。